凯灯节小活动正式开始啦！今天开启的两个小活动都特别的有趣。第一个是走格子，第一关特别的简单，我们只要把箱子推走，让锅巴吃到松茸就可以了。第二关，我们也只要让月桂先推箱子拿到钥匙，之后再折返回去让月桂吃到鸡腿就过关了。第三关，我们先从另一边把箱子往钥匙方向推，再折返回去拿到钥匙，再回去吃到鱼肉就完成了。还有一个是联机小活动，一共有三种玩法。第一种是抢力士茶饼，战绩被替换成了舞狮，可以把对手弹开。第二种玩法是抢占地盘，只要一直站在发光的平台上就会得分，在红色平台上会扣分。第三种玩法是既要抢氢弹值，又要进入圈内躲避特辣锅气。三种玩法都特别的好玩。随着活动的开启，我们获得足够的节庆热度，还可以自选璃月四星角色和领取行秋星皮肤，还有原石和材料。小伙伴们快行动起来吧！